霍小明，多大岁数了？九八 K， 你别往前冲啊，你往后走。多大了？哎呀，你笨不笨呢？你医生在上面，你自个儿看。你除了头疼，还有其他什么症状吗？得死了。你刚才说我什么病来着？从密度上看，应该是脑膜瘤。那就切吧。你这个手机有没有没收了啊，护士长？暂时得保管一下。好。哎，别呀、啊，来，没收了，行。没收了，小医生，这个病交给你了。上号，上号，上号。阮医生，宁老师让你打开的可是天才少年的脑，中国游戏的未来可就在你手里掌握，任务重大，你手可千万别抖啊。郭小明，你怎么又在玩啊？不是让你别玩了吗？手机哪来的？新买的。你父母呢？在澳洲的飞机上吧，应该快回来了。你知道穿越火线吗？我没事情。知道他是谁吗？谁啊？现在很火的那些游戏，好几个都是他设计的。天才是个名人，看不出来啊！这胖乎乎的小伙子竟然是个天才。我是欧小明的妈妈，昨天刚从澳洲赶回来。我听说要给我儿子做手术的是你们这新来的医生。您好，是我，我叫阮如珍。这么年轻漂亮的小姑娘，你做手术，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那能负得起责任吗？这个责任我们谁也负不起。但是我们作为医生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，这个您放心。玩哪个地图啊？晕车船啊？你也玩这个游戏啊？那你有什么枪 ？MCA1AK47。哎呀，我也用这几个枪了，我为什么这就、妈，你刚出钱物理太没给我出去了。出去吧。哦。开始啊。宁主任。你们那个阮医生简直是太过分了，我本来让他给小明啊管管游戏的事儿，哎，他倒好，不仅不劝，还和他一起玩的热火朝天。说你这么做是不是在报复我呀？完美搭配呢。阮医生出来一下。